你好，预备来这边。欢迎大家来到这一座独特的山顶观象台，它坐落在我们亚百利最神圣的塔古峰之巅。我是阿可阿妈妈，可爱亚百利，不过你们叫我雷鸟婆婆就好了。我是天空的守护者，是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先知。瞧你们，真是叫我越看越喜欢，特别是你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婆婆今天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当你和大自然息息相通的时候，跟着我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，在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。你就可以在时空里翱翔。哦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想翱翔，你就得听好了，并且做好准备。嗨，大家都吃了吗？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你必须做好把所有随身携带的物品都放在座位下面的储物格里。扣好安全带，拉黄色耳片以确定安全带紧扣，并时刻照看好你的小孩。够不着座位上所标志的坐高要求的不足成员，必须把安全带穿过座位上的中环后再扣紧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同伴恐高，那就最好待在陆地上，等其他不足伙伴翱翔归来。看来大家都掌握了安全提示。现在